把张果的照片并写道：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维也纳的春天就一个字，好冷啊。一年一度奔跑吧终于开始录制，自从去年奔跑吧第五季结束之后，大家就一直期盼着新一季的到来。近日奔跑吧官方宣布，新一季奔跑吧将于3月5号开始录制，并且第一期节目还是在奥地利维也纳这个美丽的城市。此外，新一季跑男的录制伐木类成员有些小变动，迪丽热巴退出跑男，而 Baby 成为了唯一的女主。第六季开录，但邓超的一条微博却引起了轰动。在照片中，鹿晗与关晓彤紧紧依偎着， Baby 依旧的娇艳很是强劲。对于邓超的这一季你希望谁来，没成想这一句玩笑话再度引起网友热议。从邓超这条微博的评论里看得出，呼声最高的仍然是迪丽热巴，想必热巴应该会以嘉宾身份再次与众人集合，毕竟胖男团